大家录一下那个《最终幻想分生零一二》，这个反正缺点就是没有字幕，啊，就是不是中文啊，就是它只是有一个剧情的中文字幕，但是别的东西是没有。哎呀！我的天，他这个不太好对付啊。咱们像这个咋的吧？我去！我去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先不打他了吧，我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打的。先打这个，这个比较弱。哎呦！
哎呦呦呦呦，还挺溜的。雷霆，哇，还挺牛逼的。金色的敌人是最难的。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别的技能。我去，500多。搞定。反正这下要没躲开的话，让他来一下，可太疼了。好像我们的陆行鸟又捡到东西了。倒也没有什么别的技能了。这个陆行鸟就像跑步机一样，反正它就让我们捡到东西了。HP 技能还是没有，哇，开打吧。这就结束了。啊，对，又可以继续往前走，好像是。不过好像到头了，换别的路走吧。这音乐还是蛮好听的。游戏整体30多帧嘛，还不错其实。
行，那这个视频就录到这儿了。